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，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，即便温度冷却，我们到临界点，跨过终点线，只是你我温柔互相再见。陪你走过的路，现在走一遍，复习你给的甜。可是，在你世界里面，我交了白卷。我穿过人海，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。昨天我布置的课后作业《出师表》，大家都背了吧？老师昨天布置《出师表》了。顾兰山，你来。叫你。第一句是。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天青色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隔江千万啊，怎么了老师？你这背的什么呀？这是出师表吗？对，老师让你背出师表，你怎么唱上了？出去罚站去，背熟了再进来。出去罚站去，盛世你一起。我背起来了。你不是帮他背吗？你帮他背熟了再进来。背下来吗？我怕你一个人罚站太孤独，我就来陪陪你。哎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二师，你是狗是吧？不是你捶我，我能出来啊？你就当陪我了啊。啊，他为什么叫你二师啊？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太多了，排着排着就排到二十，这也好记嘛。那我也叫你二十。行。别看我。楚楚真的是可爱啊。在一瞬间。连生气都这么招人喜欢。从前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。你还好吗？即便温度冷却。挺好的，多谢顾小姐成全，让我体验了一把做落汤鸡的滋味。跨过终点线，只是你我温柔互相再见。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陪你走过的现在走一遍，复习你给的。原来是有的，但看到落汤鸡心情好了很多。我就知道这招有用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。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可以和我说说吗？没事，你不知道女人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。我穿过
这几天注意保暖，等下班我去接你，一起去韩家。阿芷，咱们可能要晚点去韩家了。刚接到消息，陆一帆私下约了奥斯公司的人去他们公司谈地产项目，今天就要签约。奥斯公司这个项目对盛世集团而言是很难得的机会，不能这么被陆一帆给截胡了。奥斯公司本来打算下周就跟我们签约了，这突然变卦了，就是陆一帆肯定给了一个最低的价格。咱们为了拿下这个项目，已经把利润空间压缩到最小了。除非，没错，除非他们用了那惯用的伎俩。看来我们之前故意跳坑真是明智之举。是，他们并不知道咱们和那家公司的关系，尽管他们做得很缜密，但我还是收集到一些证据了。不错呀，那这样，你一会儿把证据整理一下，咱们去陆一帆那儿拜访。没问题。阿姨，伯母，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恩恩，你今天这个发型是真漂亮。哎，程池没有跟你们一起吗？程池来接我了。对呀，他看今天这个天气不好啊，怕你淋着雨，他专门开车去接你了。哇，这大寿星亲自出马，恩姐你可太幸福了。伯母，我不知道他来接我了，早知道我早点跟您说了。没事儿，他接不到你啊，他自然就会回来的啊！快带着佳怡到那边去，来去坐。我炖了燕窝甜汤，我去拿给你们尝尝。谢谢伯母，快坐，快坐。谢谢伯母。恩姐，你帮我选选发哪张照片，我想发朋友圈。好。从今以后，不论你去到哪里，我都是你的一方城池。好一个一方城池，没想到从头到尾天真的都只有我一个。恩姐选好了吗？恩姐，就这两张吧。这两张？好。张总，好久不见啊。盛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巧啊，盛总专程来找我的。不过我这儿有份重要的合同要签，你要等一下。那真是太巧了，那顺便也帮我签个名吧。怎么了，盛总？是仰慕我很久了，也想找我签名吗？陆总，这是我们旗下子公司对您提出的诉讼，麻烦您顺便签一下吧。诉讼？什么情况？没什么，张总，我跟您解释一下，是之前陆天集团跟我们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签了个合作项目，工程委托给陆天集团承包，但是我没想到啊，陆总居然跟我玩偷工减料了。什么？哼，盛总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陆总，别紧张嘛。张总，其实陆总还是很有良心的，他只是把原先规定的外墙保温材料从 A 级偷偷换成了 B 二级，这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，这安全性还是妥妥的。只是啊，
我这人就是讲诚信，我就看不惯陆总这种做法。毕竟，诚信，路才能走得更远。你说是吧，陆总？盛总，不会是因为奥斯选择跟我合作，而感到不服气来污蔑我的吧？证据呢？你说我来，我能没做好准备吗？虽然陆总啊已经做得很完美了，啊，收买了验收方，但是。我们盛世集团也不是那么好骗的。行了，陆总，记得签完字赶快寄给我啊。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小插曲，你们继续。我们法院见。陆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盛总，山，程池哥，下这么大雨，你这是走？车好像抛锚了。哎呀，别管了，你先坐我的车吧。好，去吧。啊。我总感觉陆一帆在筹划什么。这段时间多多提防着他点儿，早点做准备。好防患于未然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顺利吗？看你们表情怎么感觉不太好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那感觉从来就没对过，别信。我明明感觉二师今天有什么扰乱他的心事，难道不是这个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我给你冲点感冒冲剂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程师哥。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去接你了。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先去擦一下吧。珊珊，你先去冲一个热水澡。嗯，擦擦。哦，是不是感冒了？下次下雨的时候记得多穿点衣服啊。珊珊，刚二师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找你，我还说不知道。嗯，没事的姐，我都跟他通过电话了。嗯，我就是路上车子突然抛锚了，还好遇到了程池哥，不然我可就糟糕了。我也是去接你的时候路过碰到的，我先去收拾一下。嗯。你新买的衣服呢？在这儿。我拿给珊珊穿一下啊。珊珊，那这是你姐姐的衣服，换下来衣服你给我，我给你烘干。
怎么了？我去给你放洗澡水，让你暖暖身子。你淋了雨，喝点姜茶暖一暖，小心感冒。我没那么娇贵，一点小雨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这姜茶给珊珊吧，她刚才还打喷嚏呢。你没事吧？程池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你对我的关心是出于爱，还是出于愧疚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是爱你的了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更是我未来的老婆。我不爱你，爱谁啊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的心里有了顾兰山而感到愧疚吗？他在你心里的分量，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我了？珊珊是你的妹妹，你这样讲让她听到了，她得多伤心啊！你还想着她会不会伤心？难道你不会关心我会不会伤心吗？她是我最疼爱的妹妹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就是因为珊珊她是你的妹妹，我才这样照顾她。好，如果你不希望这样的话，那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好吗？还有，以后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。珊珊是盛世家的人，我跟珊珊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她喜欢的是二十。所以你想说你不知道古兰山喜欢你吗？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，咱把生日宴先过完了再说好吗？你坐下别动，我来处理好吗？珊珊，怎么背影已经生分，你留下的余温在这个城市角落残存。姐，你没有伤到手吧？我们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我们先下楼吧，生日宴马上开始了。你到现在还护着他？你的生日是7:30开始，我想我们应该能谈完。没鼓起勇气去问最后一瞬，让你走出我的剧本。二十啊，你们过来了，外面天气冷，我吩咐人煮了一点姜汤，你们先过来喝啊。来啊。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珊珊是你妹妹也是我妹妹，我怎么会对她有非分之想呢？那是我可爱的妹妹，先勾引她未来的姐夫吗？姐，我没有。既然你们都口口声声说没有，那当初王佳怡要说出顾兰山喜欢的那个人是谁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那么紧张地打断她说的话？我只是不想让那个情况太尴尬了。韩城池，你可真有心，以前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信。就连我听到妈和王佳怡说珊珊喜欢你的时候我都不信，现在看我真是太愚蠢了。但现在无论你说什么，在我看来你都是在狡辩。我的心里装不了其他人。那你又为什么打着接我的名号千里迢迢去接他？那是意外，他的车坏了，我总不能不管他吧。姐，程池哥说的是真的，我的车真的抛锚了，这是记录。姐，我从小就很敬重你和程池哥，我真的只把他当姐夫当哥哥，我不敢有别的其他念想。都到现在了你们两个还在狡辩？行，我有证据。
单的卡片上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位顾小姐是你吗？这领带不是你买给我的吗？姐，这领带不是我买的。你们可真会演戏。韩承池，你我相处20多年，我有哪次送礼物给你是以这样的方式给的？还有你顾兰山，你明明都已经嫁给20了，为什么还要觊觎城池？是因为得不到就是最好的吗？还是因为在你眼里我不幸福才是你最乐意看到的？不是的姐，我是真心。够了，哎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顾兰山小姐来了吗？我看她好像去楼上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确实买过一条领带，可我不是送给城池哥的，你相信我。刚才不是说了没买吗？怎么这会儿改口说没送了？一会儿城池是不是也该改口说没收过？你们不承认这条领带我没办法，你不承认你爱顾兰山我也没办法。但是顾兰山，你爱韩承池，这个你没法否认吧？否则你怎么会记得韩承池他吃螃蟹过敏，还会写你的名字我的心事，你是我的一方城池，而我会是你一方城池里的阑珊灯火，这样恶俗的情话呢？而城池还用你的情话来跟我告白，这简直是天底下最讽刺的告白了。这条领带不就是你买的吗？为什么不承认呢？姐，这条领带真的不是我送的。顾恩恩，我在这向你保证，我跟顾兰山清清白白，这个领带不要再管是谁买的了。20他是我的兄弟，珊珊是他媳妇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你，那你现在就当着我的面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顾兰山，说你永远都不会爱他，让他断了那些非分的念头。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？韩承池，我们相处20多年，你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我顾恩恩绝不允许这样不清不楚的关系。你今天要是不说，我们就取消婚礼。好，如果我说出来你能够开心的话，我做给你看。兰山，我觉得20，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半天。韩承池，我刚在门口听见顾恩恩说让你当着楚楚的面拒绝他，你就照做了是吗？很好，但是你听清楚了，楚楚是我老婆，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小，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，我最不喜欢我的老婆跟别的男人染上半点感情关系，一两句拒绝的话都不行。所以啊，也劳烦顾大小姐，你要想证明自己的男人是否真的爱自己，请另想别的办法，不要扯上我的女人，好吗？20，恩恩只不过是气坏了，你别跟他较真。你别跟我扯这些没有用的，
你们刚刚在屋里说什么做什么，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的。你这个借口在我这儿一点用都没有。还有韩正池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呢，一直以来想做个老好人，想顾全大局，而我呢，我就是想让我的老婆开心，没了。自己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这是？你怎么会有这条领带呢？楚楚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不信？好，这儿有消费记录，他确实是从商场买来送我的，而且只有这一条。但是这条领带，他是送给我的。你说，我不能弄一条一模一样的领带，去说帮楚楚掩盖真相吧？应该没有哪一个丈夫会帮着自己的老婆出轨，对吧？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这个领带跟珊珊没有关系。这不废话，要有关系你还能站这儿跟我说话？那这条领带谁送的？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，但我会找人查清楚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。不过呢，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先把眼前的事情给弄清楚，好吗？二师，真的很抱歉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放心，楚楚现在不喜欢你了，是吧，老婆？嗯。程之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喜欢你了。姐，对不起，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过非分之想。南山，你不用道歉，没事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人呐，总有脑袋犯抽的时候。我们家楚楚也不例外，他这脑子，他当时年纪还小，他错把和程痴哥的兄妹关系当成了感情，他当时脑子就是抽了那么一阵，不过后来就好了。那谁知道呢，他当时不仅脑子抽，手还抽，写了一些什么风花雪月的话，后来还被一些有心人做成了文章，想想就觉得恶心。不过这件事情楚楚在跟我表白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他之前以为自己喜欢程痴哥，但是搞到最后他才发现跟程痴哥是兄妹感情，直到遇到我，他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所以说是珊珊倒追的二十啊？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极品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呢我是寿星，给我个面子。恩今天的确实也不太对。没有关系的，我不介意。还有啊，我要提醒你们两个，楚楚呢名义上虽然是顾恩恩的妹妹，但是她也是我盛世的老婆，我盛家的少夫人。我希望你们以后遇到他，最好还是对他客气点儿。好了吗？我再说最后一句啊，快！还有啊，你们不要觉得我小气，我这个人就是爱护短，我就这么一个老婆，我不惯着谁惯着呀？是不是，老婆？走。东西往哪？
我觉得这领带啊真的挺好的，既能捉奸又能丰富人的大脑思维，让人想象力无比的丰富呢。谢谢老婆。如果你需要，我会静静的。